父母都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，而在香港所生的子女即刻可以成为永久性居民，我觉得这个安排是有问题的。问题呢就是只是可能当时终审法院对于那个有关基本法的诠释那里，我觉得那个是不准确的。本来准备在立法会提出个动议的，即是希望促请两边政府去重视，我们都会将个问题再到时明年三月两会期间我们会带去北京的。